谢各位的掌声鼓励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嚯，黄色的啊，是啊，不错。谢谢各位，多好啊！来这么多人，对，捧我们，哎，无以为报。嗯，先做个自我介绍。您说说，我叫张九龄。嗯，今天不算专场。嗯，就是一个小的汇报演出，哎，交份成绩单，哎，学了也有几年了，嗯，看看合格不合格吧。哦，感谢各位到来，您审评一下。哎，实际我们也知道啊，您各位来呢，嗯，一是捧德云社，哦，哎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不是捧我们哥俩，嗯，对不对？先做个介绍，您说，张九龄、杨九郎，哎，对，哎，我们都是九字科的学员，哎，师兄弟儿，哎，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，嗯，咱们九字科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您给解释一下吧。我们的恩师啊，啊，就是郭德纲老师，哎，郭先生收徒弟分八科，哦，云鹤九霄龙腾四海，哦，八个字，哎，我们哥俩是九字科，对，您往头了，云字科，嗯，各位都了解，嗯，叫岳云鹏，哎，岳师公，哎，栾云平，嗯，孔云龙三哥，哎，这是云字科，对，往后鹤字科，嗯，这个曹鹤阳啊，有这个张鹤伦，哦，刘鹤春，嗯，这是鹤字科，好角儿啊。再往下就是我们九字了，对，还都是一帮小孩儿，第三科，平时也净瞎闹，嗯，你看我叫张九龄，对，还有叫何九华的，是，外号大华，嗯，哎，李九春，嗯，外号大春，对，杨九郎，嗯，外号大郎，对。武大郎啊，是怎么着啊？没听说过杨九郎。杨九郎，哎哎，就是上台表演。嗯，您各位是多多鼓励。是，所以今天节目我觉得特别精彩。嗯，比如刚才那位，嗯，史爱东，哎，史大爷，这人有名头。嗯，这是谁呢？谁？梁厚民先生的外甥。哎，也是徒弟。哎，表演一段快板。嗯，鲁达厨霸名段，唱得太好了。嗯，我站在侧幕角，真好听。是，尤其脑子好。嗯，后边大段的台词，哎，记忆力好，哎，人家嘴里也有劲啊，往这儿一站，嗯，不加思索，脱缸而出，对，脱缸啊，全都撒给大家，没听说过，脱口而出，脱什么？脱口，我说什么了？脱缸，想起郭德纲来了，哦，这不是，他这个，你先等，你这不想干了是怎么着？您这。这是专场，是告别演出啊！您这，什么叫不想干了？不是，怎么这么说说师傅的吗？就是郭德纲，郭德纲不就岳公刚吗？嗯、对，岳公刚啊，对不对？不，这名字给上户口吗？这个，郭德岳公刚啊！我什么名字？乱脚丝儿那刚啊，就烂脚丝儿的刚。哎，这各位都是想看他，对，但是很遗憾，嗯，郭老师今天没来，哎，有事儿。哎，不过您也别着急，嗯，郭老师也不是老不来。哦，反正每年得来两回，两次，就是清明一回，七月十五一回。嗯、对，我这收钱来了是怎么的？收钱干嘛？不是死鬼是怎么的？就是师傅特别的忙，嗯，哎，但是师傅教导我们这些学员，嗯，要对得起观众，对，该怎么演怎么演，好好努力，得认真负责。是，比如您看今天，嗯，起满坐满，是演员好好演，嗯，那你说要赶上个刮风下雨，哦，没来满观众，少点，比如就来了200来位，嗯，该怎么演怎么演，哎，一样，认真负责，嗯，哎，对得起观众的票钱，是，你都甭说200来位，嗯。再少点哦，100来位，嗯，该怎么演怎么演，哎，得卖力气，认真负责，嗯，对得起观众的票钱，没错，甭说100来位，嗯，20-30位，哦，少不少？少啊，该怎么演怎么演，哦，认真负责，还一样，对得起观众的票钱，嗯，甭说20-30位，哦，就来俩，俩呀，该怎么演怎么演，嗯，认真负责，哎，还一样，对得起观众的票钱，是，都甭说俩，嗯，就一个，哎，该怎么演怎么演。你演我不演了，对，不是你怎么不演了呢？你来一个人没法演呀、啊，怎么呢？那就出现好多问题呀、啊，什么问题呢？咱一块儿想啊，啊，来一个人哦，台上俩人说，嗯，台下一人听，哦，听半截儿，这位要是接电话去，咱是等着是不等着？那等着呗，回来人听不明白了，哦，这还不是问题，嗯，咱一块儿想啊，哦。台上俩人说，对，台下一人听，还这情况、啊、听半截儿，嗯，这位要是上厕所去，咱是跟着是不跟着？哟，那就跟着吧。嗯，跟着，跟着啊，那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那怎么说呀？这站门口说呀，
您是重口味啊，我不上哪儿吃去了是怎么着？我站门口啊，也行。对，观众是上帝呀、啊。嗯、啊，咱哥俩站门口还得服务。里边那位蹲那儿等大便呢。哦，哎，说干净点，拉屎。对，这是干净了吗？这还不是大便？正蹲那儿憋劲呢。哦，咱哥俩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多恶心！搅和人工作。关键听完人是乐着不乐，人要不乐，咱说着没劲。嗯、人要乐，腿松紧，咕噔掉进去了。对。还得捞他去，对不对？嗯，当然来一个人呢、嗯，咱们也说。对，但是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少多了。哎，您拿德云社来说，嗯，在我们的班主，嗯，郭德月公刚，对，老提这个，郭老师，嗯，还有于老师，哦，还有您，啊，您客气，老师带领下，嗯，我们这个团伙会越来越好。对，妈犯罪呢是怎么着吧？什么叫团伙啊？团队会越来越好。哎哎，实际我们哥俩也是，嗯，台底下就是好好学艺，嗯，实际相声演员呀，嗯，我觉得挺难，是因为他有功课。哦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都知道，吃喝嫖嫖。哎，您先等一会儿，都不容易，是不容易，需要身体。废话，你看师傅童子功，你看毁的，没听说过什么玩意儿，你吃喝嫖嫖，您说错了。还吃喝嫖嫖，您这我问您吧，不是您这嫖是你嫖人家是您嫖你啊？那看价钱了。哎，不是您是卖艺是卖身？您这献身呗。哎啊，你专场是干嘛的？您说错了，那是说学逗唱。哎，对，哎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嗯，术有专攻。哎，问问您，嗯，您最喜欢哪个？哦，这四门功课吗？啊，哎，我最喜欢啊，得是学。哦，您喜欢学？爱学呀。那您。都能学点什么呀？这模仿的啊，你比如说这个天上飞的，嚯，地下跑的，啊，水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，聋子打岔，哑巴打手势，这我们都能学。这你都能学吗？哎，都掌握呀。那太好了。嗯，我今儿代替观众啊。嗯，我烦您一段。什么？您来一天上飞的。行，云彩。对，人有学云彩的吗？什么？我这200多斤呢，我也飞不起来呀。你能学天上飞的吗？您换一个。换一个，哎，地下跑的，行，马粪，对，不是您等会儿，马粪不会跑吧？马粪吗？马粪不会跑啊！啊，你说不会跑，啊，我还后边踢他，对，人家生活太乏味了，我跟您说，马粪他干嘛？您这再换一个，啊，水里浮的，行，垃圾袋，对，不是您有干净的没有？您这个，嗯，都太脏了，水里飘着垃圾袋吗？不是您来点干净的，咱们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哎，草坑里蹦的，嗯。蚂蚱，哎，早说蚂蚱能学呀！你学蚂蚱的表情，对，蚂蚱有表情吗？嗯，没表情吗？都学不了，学不了啊！就是欺骗观众，不是？你这怎么能让您演出呢？我跟您说啊，一您说这太偏了，二这我们画佐料啊，啊，这叫画佐料。对呀，那您哪个能学？正经的啊，这个聋子打岔，哑巴打手势，这我们能学呀。别说了，嗯，您说别的不抬杠啊？怎么？您要单说哑巴打手势，嗯，你跟我好有一比。怎么比？好比什么呢？嗯，王奶奶，嗯，碰见我玉奶奶，怎么讲呢？你差一点。哦，差这一点。哎，对对，您琢磨，王跟玉差一点。哦，行，哎，别看岁数大，不行，你要这么说呀，您跟我比，好比是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，这是，您差2点呢。你要说学这跟我好有一比，嗯，好比是王奶奶碰见我汪奶奶，怎么讲？差3点。嘿，不，你要这么讲啊，你好比跟我比是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，这是差4点呢。你要这么说，你好有一比，怎么比？好比是王奶奶碰见我王麻子，嗯，你差1脸的点。对，我有密集恐惧症，您别说这个，抬什么杠啊？好家伙，您这不是能学不能学吧？学一回行啊，好不好？嗯，今儿来的人多，热闹热闹。嗯，咱学一回。嗯，咱学这哑巴打手势。行啊，这样吧，嗯，学这个啊。嗯，我来那小哑巴。啊，咱这分角色。我来小哑巴。怎么呢？因为我有一个哑巴朋友，我发小吗？观察的细致。哦，我来小哑巴，还有体会。您来什么呢？我呢？您说。您要不台底下坐会儿？行，台底下坐着干嘛？我这给您帮忙呢。您来什么？我这给您翻译怎么样？翻译。对呀。哑语翻译，哑语翻译，好吧，你行吗？我行啊，别吹牛，不吹牛，一会儿说不上来可丢人，啊，不丢不了人呢。我考考你，行，您考考我。杨九郎还能会哑语，多新鲜啊！嗯，来个简单的，您来，我看看。这，嗯，这个完了，嗯，这简单，这好啊，好，好，
安都知道，这不难呀、啊。可以呀、啊，看这个。啊，这好上加好，好上加好都知道，这也基础啊，这是。你看着，嗯，嗯，这，哎，这，哦，这是停，不对，小雨伞，不对，那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告诉你，这是顶好，哎，顶好啊，哎，顶好，还有顶好，这里顶好，你再换一我看看，看着，嗯，这，嗯，这什么？这不好吗？没比划完呢，哦。这六不对，这是手机。对，我知道你放这儿吗？我哎，手机，看着，还有吗？哎，这不好吗？不对，这是翻盖手机。对，还一翻盖，你这哎，翻盖手机，不行了吧？多欠这孩子，您瞧，还有吗？哎、看着，嗯，考你别的啊，还有吗？看着，嗯。哦，这是家住宅，家你都知道，对，这不难嘛。看这个，嗯，哦，凉皮儿小黑胡，对吧？胡子你都知道，认得出来。看这个，嗯，哎，大肚子将军肚，难不住你了。看这个，嗯，这你就死这儿了，知道吗？哎，看着啊。猜这个，这是哦，电视，不对，微波炉啊，不是，窗户都不对，那不知道了。告诉你啊，嗯，四四方方，这是一块豆腐。哦，哎，不对了啊，豆腐我们都知道，还有这个呢，冻豆腐，冻豆腐，不行了吧？还冻豆腐，这谁知道去？冻豆腐，哎，别嘟嘟了啊、哎！还有吗？考你一个，嗯，看着啊，嗯，那个，考你句子吧。什么句子呀？行吗？整句的，有翻译的啊。可以，可以，看着啊，嗯，这不知道了，什么都不行。嗯，这不知道，不懂。告诉你，嗯，青年男女定约会，嗯，中山公园晚八点钟见面。这我怎么没瞧出来、啊、你看着呀，嗯，中，嗯，山公园晚八点见面，这不是特务接头来了是怎么着？这我你看怎么样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我啊！不过您各位别笑话他，嗯，这基本的没问题，啊、都了解、啊，咱可以学一回。行啊，咱哥俩要学呀、啊，嗯，比他们那好。怎么？咱这带剧情。还有情节，哎，好比说咱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起来，哦、嗯，但是分开不见面很长时间，嗯，今天街上瞅见、嗯，咱聊一聊过去，展望一下未来，就这剧情。一会儿您从这边来，嗯，我从这边来，哦，我一拍脑门就是小哑巴了，哦，这是这信号、啊，我不说话了啊，嗯，您注意看表演，行，哑巴有三直，哪三直？眼直、心直、腿直，哦，三个特点，您看着啊，行，来一回，咱开始啊，好玩的。我这过，我这诈尸来了是怎么着？这什么模样？这是我三直啊，太直了这也我那怎么？你稍微软一点行吗？你啊，自然一点。啊、对呀、啊，来说自然自然点就完了。哑巴，哎哎哎，不是这哑巴有答应的吗？你废话，有满大街喊哑巴的吗？不是那怎么办呀？十哑九聋，我听不见呀。跟我比划呀，还得比划，比划呀，说比划不得了吗？真笨的。哎哎哎！快点，快点，快！俩哑巴，我怎么俩哑巴呀？我哑巴，你别哑巴呀！啊，给我翻译翻译，中山公园白招你了。哎，这我不学这，翻译、啊，我会翻译，我知道这来。最后一次啊，开始啊。这是我们那街坊，老街坊小哑巴，还得分开好些年了啊，可能认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想想我，看看，哎，这，妈这自杀，我这杀我是怎么着？这干嘛呀？这是我，啊，啊，哦，啊，
哑巴这意思啊，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啊，就这意思，对，嗯，阿爸，哦，阿爸，啊，哑巴这意思，我们俩人啊分开了，不见面五六年了，哎，记错了，八年了，哎，八年了。啊，一晃啊，哎，时间快极了，嗯嗯，还感慨呢，八年了，对，往出蹦字儿啊，他妈我，啊，是八年了啊，啊，哦，我，小时候，砰，哦，他说我小时候啪，啊，对对对，我，小时候，啊，这腿，砰，我去。跟柱子似的，哎，嗯，我，哎，小时候，啊，这腰，嘣，跟水缸似的，啊，我，啊，我，小时候，这胳膊，嘣嘣，我操，跟防驼似的，我，小时候，嗯，这脑袋，白，跟蒜似的，我这八仙桌上摆一肉丸子呀，是怎么着我？这是难看死了，这大点，稍微大点，哎，不，那是桃，大点，是，那是屁股，是屁股，对，别画一道啊，画一道干嘛？别扒开，扒开干嘛在这儿？我先蹦你脸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我得蹦出点什么来，这个别扒开啊。啊，就是你说这脑袋正常脑袋，啊，差不多这么大，嗯，我小时候，砰啊胖啊，嗯，哦，说现在瘦了，啊是，嗯，滚，啊好，你是这意思，我小时候胖，现在怎么瘦了？哎，过来我告诉你啊，你可胖多了你，我，啊这掐死手这是。打你丫的！打你丫的！骂街像话吗？这个，行行行行行，你说我瘦了吗？不，为什么呀？嗨，这不天天的就说相声、唱快板、东跑西颠，累的。哎，不明白。说相声、唱快板、东跑西颠，就累了。累的，啊，就唱快板去。啊，这你会啊？不可能，你哪学过这个呀？是吗？我看会打，还开始响了。啊，这我，哟呵，这，行行行行，捡起来吧，捡起来吧。会打吗？你这会打吗？啊，还真会打。嗯，嘿，我跟你说啊，打再好也没用，不会唱。是不会唱啊你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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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受伤累瘦了啊！对对，嗯，哎，干嘛？想起什么来了？啊，这我们家呀，嗯，哦，个儿到我这儿，矮点啊。哦，凉皮儿，小黑胡，嗯，哦，这大肚子，嗯，咕噜咕噜咕噜。哦，揉铁球啊，对。咽了，别咽了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哎，从哪儿拿出来？从底下拿出来，就压根儿就没吞，啊，咕噜咕噜，啊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上鸟，啊，你说这人呐，这我爸爸，哎，别答应，说爸爸答应什么？这，嗯嗯嗯，哎，梁天成，我爸爸，嗯嗯，身体，嗨，
你问我爸爸身体好吗？哎，行，你别问了，行，没告诉你，行行，你听我的，我爸爸过去了，哎，死了，去世了，哎，别别别别别别，去不？死了，烧了，火化了，明白吗？哎，啊，烧了，对，哎，我爸爸，啊，对，抽死的是怎么着？这个太惨了，就烧了这个，啊，怎么不信？怎么？哎，啊，我爸爸，身体好啊，不可不是你不了解，这我爸爸得一疾病，脑淤血，一会儿嘣，枪毙了，不不不，不是不是不是。脑淤血不明，脑淤血这边嘣，哪边？不是，就是脑淤血，就是脑上的血管啊堵死了，堵死这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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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还乱枪打死的这，该对，别该了，没听说了，这我爸爸一会儿就过，有病了，有病了，啊，对，得病了，脑淤血，一会儿就过去了，疾病嘛，啊，啊，行，你呀，别伤心，行行，没事。小时候没少花我爸爸钱，一直疼他。你呀，我爸爸死你哭儿啊，我孙儿啊，别孙了，还降一辈儿干嘛？没听说，反正就过去了，别哭了啊，没事没事啊，哈哈哈，我不伤心，我习惯了啊，嗯，怎么了？啊？啊，还是我们家，嗯，我个儿还矮了，到这儿了啊，嗯，啊，切菜啊，哦，还颠勺炒菜，嗯，哦，这扫地，你说这人呢，这我妈，嘣，哎，行行行行，不行，不别收，别收，别收，这呵，别这，我妈身体挺好的，身体不错，啊，啊，对，你别瞎猜啊，这胡联系就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你不知道？哎，妈，你要吐我是怎么着你？哎，嗯，啊，还是我们家呀啊？哦，嗯，哦，跟我平辈儿，比我岁数大。哦，这哦，当兵的啊。二，二。再练练就说出来了，再练练吧。你说这人呢？这我哥哥，嘣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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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跑这灭门来了。这位，您想，这不是家破人亡了？您想，这人太讨厌，这就跑那儿烧去了。行行，别烧，别烧了。行行行行，这瞎猜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哥哥身体好着呢，身体不错，真行，您可。妈要惦记谁呢？在这儿，哦，还是我们家啊，嗯，跟我平辈儿，哦，平辈儿比我岁数小，哦，这烫的波浪头，啊，哦，还铺粉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画着眉毛，对，蛐蛐儿是怎么着？这不太长了，这短眉毛啊。啊，这画的嘴唇啊，这这这，不是妖精吗？这不是，不是樱桃小口的，哎，对对，画嘴唇，红嘴唇，啊，大眼睛，嗯嗯嗯，哦，耳环，嗯，哦，连衣裙，哦，高跟鞋，对，撂下，别逮什么学什么啊，我你学不了，啊，你说啊，你说这人呢，这我妹妹，不是。得亏拦住了，我跟您说吧，留一口吧啊！我这，我妹妹啊，我妹妹身体好着呢，我妹妹身体好着呢，啊，身体好，对我妹，撂下吧，撂下吧，您没有这条件啊，知道吗？别联想了，身材也还行，反正就是身体也不错啊，嗯，老年店。我们流氓似的，这位，这搓什么呢？在这儿还暗爽，在这儿，你说啊？你说我妹妹啊？啊？你说我妹妹今年二十了？哎，记错了，我妹妹今年才十九，十九，
啊，我妹妹十九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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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什么哦，你说你十八了、哦、谁问你了、啊、谁问你了，十八管什么呀，啊不啊不，哦这我们家怎么了，我妹妹干嘛，哦我们家呜呜，给我妹妹轰出去，哎，干嘛轰他呀？没犯错误要你，嗯，哦，哦，是我妹妹，嗯，干嘛呀？哦，哎，这，行，啊，你说我妹妹结婚，你也抬轿子，嗨，不用你，到时候我们花钱雇人就行了，用不着你，啊，嗯。干嘛呀？拿手绢干嘛？哎，不是你等会儿，不是你先等，不别去，行行，不啊这哎行行行行，不是哦，你说你教我妹妹演话剧呀、啊？她也不学这个，也没有基础，学话剧干嘛呀？你不明白？啊？啊？干嘛这个？啊不，哦哦哦，这是我妹妹啊。这个呢？啊，这是你。嗯嗯嗯。干嘛呀、啊？不明白啊，不明白。干净点，不对，别干净，没听说过，想什么呢？在这儿没听说过啊，真的。我别晃悠，这晃悠什么？跟这儿，快来。我知道你问我妹妹结婚没有，我明告诉你没结婚，就是结婚也找一会说话的。我会说话，去你的吧。